这第五这恩爱别苦，家内父子共相睦恋，一条破网各自分离，互动注射渺然立白，为他人落笔，相见不可及呀。讲恩爱别苦，就是讲咱厝内面的这个吼母啦囝，斗阵互相啊相亲相爱，吼睦恋方相亲啥。一旦咧，那家庭破亡啊，拢家破人亡，个人就分开啊，吼，个人老爸啊，就去当兵，就走，囝就去西边，老母就去南边，查某囝就去北边，和别人啦做奴才啦，做查某囝要相见，都无机会啦。啊，这是释迦佛祖迄当时的时代啦，吼、哦，这时代，所以咱即卖咧讲啊。你若了已经啊，是千载不变。啊，若讲后天的道理，难免吼、哦，会变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这篇文啦、啊，要以即摆来讲是无适合。唔过这是释迦佛祖伊当时讲的吼、哦，这较无，这爱知影吼。那即摆无多在，查某囝啦，啊，较早就有哦，较早古早有吼、哦，家庭啦灭亡哦，有诶吼、哦，人掠去吼、哦，做奴才啦，做查某囝啦，做苦工哦。在孔子的年代，迄当时嘛有哦，啊，这所以这是释迦佛祖年代讲的吼，咱爱了解吼，互人了解吼，所以若要讲吼，恩爱别苦，迄当时有影，这家庭若真正吼家破人亡，真正会使讲足痛苦，足痛苦。所以啊，即马就是啦，战争啦，所以吼千万都唔通战争啊，和平吼。你若战争的话，有的人吼走啊，走吼，老爸老母嘛是。个人分散，迄卖，迄会使讲足痛苦的呢，吼，迄使啊，所以最好是卖战争，和平。有在咱人的心中，望到下面，担刀子不担剑，心是讲得无，身是讲得根本。